你终于回家了。我出去是为了找婷婷。我也在找婷婷。你脸皮真厚。口口声声说婷婷是你的命根子，那现在婷婷落在齐如燕的手里，你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？没见我手里拿的刀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回婷婷的。 你给我听好了，姓罗的，你能不能不这样称呼我？我们也是合法的夫妻吧？合法夫妻？你给我住嘴吧！过去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。今天晚上，铁思恩去跟齐如燕交换人质，以命换命。你可以不去救婷婷，但是我绝不允许你再次陷害铁思恩。你看你说哪儿去了？ 人家铁思恩是去救咱们的女儿，我就再不是人。这个时候，我也不会去陷害她。再说了，她还是咱们的师哥呀。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甜言蜜语吗？随便你怎么想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豁出命也会把婷婷救回来。铁。 地下党和雷汉，还有罗星泉，他们的眼睛都盯在罗婷婷身上。雷玉所身受重伤，他才是雷汉的软肋。莫非咱们要对雷玉所下手？雷玉所被雷汉藏了起来，现在究竟在哪，谁也不知道。
也许我会对你客气。你别这么看，今天晚上12点，我就要跟雷汉拿你做一笔交易，也许你还能捡回一条小命。 这次真不应该让他跑掉。怪我，都怪我。咱们绝对不能让齐如燕下山。这样，罗婷婷就是安全的。咱们商量一下，看如何应对今晚的营救行动。英杰怎么没来？魏探长，你带人到大教堂里埋伏。 我带人在外面接应你。是。还有，如果眼镜蛇和雷汉打斗起来，你不必介入，你的目标是罗婷婷。救出罗婷婷，抓住雷汉，才是你的第一要务。我明白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帮助我，帮我顺利完成糟仓司令长官交给我的任务。 那样，咱们就可以一起去日本生活。要是你不愿意去，我也可以留在上海。季馆长，我魏英杰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应该最清楚。我希望通过你的聪明才智，来证明你对我的关心。是。 金妹子，咱们就继续较量吧。
我来了，你出来吧。锁侠就是锁侠，您的侠肝义胆着实令我钦佩。废话少说吧，婷婷呢？你以为我傻吗？你以为我会把她带到这儿来吗？那咱们怎么交易？我总得知道她人在哪儿吧？这我怎么可能告诉你？齐如燕，你真是个无耻的女人。你随便骂我什么都行，但是你必须按我的吩咐做一件事，否则的话，罗婷婷就会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你们永远也找不到她。什么事儿？说说看。砍掉自己的一条手臂。什么？砍掉自己的一条手臂？难道我说的话你听不懂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没得选择。锁侠可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啊。哦，我答应你。我先去。不，我不要你的左手。怎么了？我要你的右手。可以了吗？很好。可惜我没刀，能借你的刀用一下吗？这不是问题。是罗兴全的人，他们要冲进去，准备战斗。弟兄们，今天谁能帮我救出女儿，我赏你们50根金条。弟兄们，好家伙，上！上！
别怪我不客气。 Thank you.
我想把儿子搂在怀里，听他亲口叫我一声妈。我的好多个日夜，都是在这样的梦中被惊醒。放心吧，儿子会认你这个亲妈的。 明天还不知道，索儿是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呀。我怕。我也一直为这个事儿揪心呢。要不，咱们把真相告诉孩子吧。我担心。现在已经够乱了，等等再说吧。可是得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我怕他们。 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，等咱们彻底粉碎小日本跟罗兴权他们盗窃皇陵地宫国宝的阴谋之后，就告诉孩子们。好吧。哎，你要看住两个孩子。 哎。